哎，你看，大冬天的鞋都不穿，傻子吧？这是一首简单的歌。天这么冷，怎么穿这么少啊？工地刚放假，我天里卖的小小一票。退伍的人，但是没想到我在火车站躺了一夜，我的钱包被一下都被别个偷的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先穿我的衣服。坐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样的，你先穿我的鞋吧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在现在前面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我们谁也无所谓。可以吧？哎，你看现在拾破烂的穿的人五人六的。是啊，给你，给他。不是还有水？给他干嘛？不多浪费啊？给人家喝嘛，给人家喝啊！哎，你们，出不来快滚，滚，滚远一点。还在这里，这些都给你。在一瞬间，有一百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者。姐，那个房子不错哎。住款，你带着石头烂子来我们小区看房哎。你好，有什么能帮到你们的吗？哦，我们小。哎，主管，你看他们这样。恐怕连物业费都交不起吧。你们这边物业费的确太贵了，能不能减少一点？你买得起一套房的话，物业费每个月给你便宜100块。真的？哎，你看这样穷鬼，遇到他连空气也是这样。我们买五栋楼的话，是不是500多万？啊？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先给你3万块钱押金。够正常。那你有什么工作经验？餐饮业、房地产、服装行业。这是我姐的公司，我平时去帮我姐带孩子啊。挺不错的。那我考考你，假如有一天你的业务竞争不过你对手怎么办？让我姐收购他们。好，很好，你就是我需要的人才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我们公司有停机坪吗？停机坪？开车会迟到，所以坐飞机上班很正常嘛。啊。